哇，终于完成了。哎，东哥，你在冰兔子啊？对啊，这是今年的生肖兔子，我特别拼出一只啦，要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扬眉吐气。哦，听得很像哎，这怎么做的啊？哦，这里是我们的笨蛋网的笨蛋拼图游戏区啊，你可以根据上面的图案，根据我们编织的原理，什么是编织的原理呢？就是纸的茎线跟横的纬线这样交织出来，变成一条缎带或者一个图案哦。哦，好像很有趣哎，那我来拼一些看看吧。对，你可以根据上面图案，或者呢自己发挥创意，就可以呢做出一个很新奇的图案出来了。好，有为，你也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我也来试试。好。